恭喜第一名获奖团队了，编号 A059 米赫卡送爱心维多利亚中学，恭喜你们，指导老师是李若松李老师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我们邀请暨职教育部暨职司司长杨范阳司长帮我们颁发这个奖项，获得奖金60000元，刚刚第二名是奖金40000元啊，那第一名的话是奖金60000元。哇，好棒啊！老师真有你的奖品哦，没关系哦，我不是龙女，OK， 上面来，恭喜恭喜大哥，哎，好棒，赞。好，这是很普通的姿势，对吧？加油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是要表演什么吗？第一名可以表演什么？哦，没有。来，我们请司长没有忘记，你看，他很记得。第一名。Okay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云林县的维多利亚高中。那很感谢主办单位这一次举办这么好的比赛。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农业行销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难题，但是我们经过后面的团队合作，那最后呢，我们都能将这些问题解决。那我觉得这是在比赛中，我觉得最可贵、最珍贵的一件回忆跟收获。比起说得奖，那其实在过程中呢，我们在贩卖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技巧性的东西，因为毕竟我们是普通高中学生，我们不像高职生可以这么专业的学习到一门课程，那我们也是尽量去补足我们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去展现我们更好的长处。对，那也要感谢我们带领我们的若松老师，以及配合的杨老师杨基玉老师。对，那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恭喜维多利亚中学李赫卡送爱心，恭喜你们一起就坐。